在网站里头，其实有很多工作要处理，而有一些工作我们可以把它自动化处理起来。这些自动化的工作，我们可以透过 Chrome 排程器来处理。Chrome 排程器，我们可以设定它的排程时间，可能说每24小时，就是一天，或者是每12小时、每6小时，或者每1小时，请它自动起来，对于一些相关要自动化整理的工作呢，进行自动的执行。大多数的情况下，Chrome 的设定呢，要跟作业系统一起来整合。例如说，如果你把网站放到虚拟主机情况下，你可以在虚拟主机上面，多半是 Unix 的系统，利用 Unix 的 Chrome 工具呢，把它设定起来。不过也有一些小型的网站，它可能对 Chrome 的处理呢不是很熟悉，于是呢，在 Drupal 6里头就有一个叫做 Pure Man Chrome 的一个模组。它可以让我们直接把相关的排程呢，就设定在 Drupal 系统里头，请 Drupal 自己呢，按照时间呢来执行。而 Pure Man Chrome 呢，它本身是用一个取巧的方式，它并不会按照你所规定的时间起来执行，而是当 user 有进到网站的时候，Drupal 被叫起来的时候呢，它顺便检查时间是否已经到了。如果时间到了，那么它就赶快执行一些整理的工作。因此，使用 Pure Man Chrome 这个模组的话呢，它排程被执行的时间呢，就比较不会那么准时，那要看在相关的时间内有没有 user 进来到你的网站里头。在这一节课程中，我们要介绍的是在 Drupal 7里头的 Chrome。现在在 Drupal 7里头已有一个小型的 Chrome 排程器，就已经内建在 Drupal 7的系统里头。这个功能呢，跟在 Drupal 6里头的 Pure Man Chrome 这个模组的功能相当。就我所知，是把 Pure Man Chrome 的功能把它移植到 Drupal 7的核心里头来。假如你的网站自动执行的作业不是很多，那么呢，利用 Drupal 7内建的 Chrome 作业应该就够了。而如果你是一个正式的网站，而网站的使用频繁度又很高的情况下，那么我当然还是会建议你把 Drupal 7内建的 Chrome 排程器关闭掉，然后使用虚拟主机上面的 Chrome 排程器，效率会变得比较好。好，接下来我们来说明一下如何把 Drupal 7里头的 Chrome 排程器把它设定起来。我们来到工具列上面的设定，在系统这一群里头就有一个叫做 Chrome。那这里有个说明，管理网站的自动化维护的工作。目前我已经把它设起来了，执行 Chrome 呢，每隔3个小时。那么3个小时左右，当有 user 刚好进到这个网站的时候呢，Drupal 7内建的这个 Chrome 呢，就会去看一下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如果时间已经到了，就赶快执行一些自动化的工作。或者你也可以在这边直接点按执行 Chrome，这个是你手动执行的。当你点按一次的时候呢，Drupal 7的系统呢，就会开始执行 Chrome 这个作业。而如果说你想使用虚拟主机上面 Unix 本身的 Chrome 作业的话，那么请你把这边把它关闭掉。把它设为绝部，也就是说，不要由 Drupal 7的系统自己来执行 Chrome，而是由你在 Unix 系统或是 Windows 系统上面的排程器来执行 Chrome。好，我们先把它设为是3小时，因为我们这个只是一个练习网站，我想3小时的频度已经很高了。接下来储存设定。附带一提，如果你想要把 Chrome 作业设定到作业系统上面的情况下，在 Drupal 7里头，对于执行 Chrome 作业呢，有更严格的一个资讯安全的管理。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要在作业系统中执行这个网站的 Chrome 作业的情况下，要如何来设定？我们来看一下报告。进入到报告的管理界面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状态报告。这里有一个 Chrome 的维护作业，它有说到上一次执行是1小时又7分钟以前。你也可以点在这边的手动执行 Chrome，每按一次呢，这个 Drupal 7网站就会执行一次 Chrome。现在我要说明的重点是这里。如果你要从网站的外部，例如说要在你的作业系统里头来执行的话，那么请你使用这个连接 http://localhost/my/drupal7/chrome，后面这有一个 chrome 的一个重要的 key 的参数，这一整条，请你把它设到 Unix 的 chrome 管理器里头，利用 wget/chrome 或是 links 这3个命令把它设起来。至于在作业系统里面设定 chrome 的作业，这个呢，请你参考一下不同的作业系统的操作方式。OK，关于 Chrome 的设定作业呢，我们就介绍到这边。